天使鲜花有的时候修着修着的时候，有时候想起来也会掉眼泪，也会哭的这种。但是慢慢的，经常也想改变一下自己嘛，不想老是沉浸在那种往事里面。第一场以后有一年多，差不多是从来都不唱了。那个时候特别伤心，没有心情唱歌，简直没有心情唱歌。后来也是开始学腔秀的时候，慢慢的才又来重新开始来唱歌。后来慢慢感觉，哎，自己好像还有以前那种感觉，还可以唱。当时感觉就自己老了，可能现在唱不出来了。你是从太阳里走来的羊角花，拉子拉耶，带着蓝天的祝福啊，绽放在江山下。你是从月亮里走来的羊角花，拉子拉拉回到了尔玛人的家。地震后，朱红结束外地打工的工作，在家乡留了下来。村子里一座筹备中的腔秀文化园区，他找到新生活的立足点。回到了尔玛人的家。很古老的这些腔秀啊，这些歌舞啊，这些我都很感兴趣的。还有这里就是离家也近一点，可以把家也照顾了，多少也能挣一点钱嘛。这座腔秀园区矗立山谷间，是由一群在地秀娘合力打造的。走，吃饭，吃饭。过去大山里的农村居民为了改善家计，只有外出打工一途，经常面临亲情难以兼顾的窘境。2008年另一场地震震碎无数家庭的天伦梦，徒留下无尽的遗憾与自责。当时嘛，也是也想在外面多挣点钱嘛，反正是就这样就没有回来。这是我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情，一几年没有看过他一眼，后来地震以后就这样就走了，所以心里特别难受的这几年。同样在外地打拼了十多年，沈燕燕灾后回到故乡，萌发在地就业的念头。很多女人就是家里面有遇难的，也有就是土地就被损坏的，然后她们就在家里面成天没有事情，非常悲伤。然后这个样子呢，我就想到了，就是我们羌族的羌秀文化能需要有人去保护和传承。尝试重拾老祖宗织绣的技法，将震后重生再起的盼望翘首边境细活中。实际他为什么要这么构图，他就是希望这个民族
就是永远昌盛。这是一大朵花，然后它的根在上面，然后这两只发了很多小花，他希望这是一个民族的非常团结的这么一个人丁茂盛。然后羌族的都是这样子构图的，从一个瓶里面长出一朵好的花，剩下的是那个它比较有中心的，有主题，就是我们的绣娘的创意。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一千多个人，能带动一万个人就地就业，就居家就业，然后我们走一个手工艺的这种，我们羌族的女人自己站起来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，然后为自己获得一些生活的酬劳。将近四年时间，沈燕燕一把针一把线走进山区，义务教绣娘从基础学起。然后我就背上我的这些行囊，然后就带上我的矿泉水，然后什么方便面啊什么的，然后就进山。那个时候路还要烂些，现在他们已经修补了一些。我因为许下了个诺言，我不嫌弃任何一个人，我必须他只要拿起针线，我就要教他，而且要教会他。不行，我晓得都不行，我晓得你都看不上了。晓得你们都开不上了，走不上了。晓得我们走不上了。哎呀，车肯定开不上去的。你这些好不嘛？这条进入山区聚落的公路，地震后到现在依旧颠簸难行。你说你那天去？往往大雨过后，路况就变得泥泞湿滑，车子无法继续前行，只能徒步往上走。来吧，慢点啊。你慢点啊，慢点慢点，这个简直，这个太陡了，哥。还有几个弯才会到？还有啊，弯大弯还有大概有几个？三个大弯吧。哦，这个弯，那个弯，三个弯就弄了。沈燕燕和散居在大山里的羌族妇女原本素不相识，是针线串起了这份奇妙情缘。叫我们绣花的时候才认识的，是我们也认识不到。但是他跟我们妹好远啊，他大一点，我们家的，但是我们妹也不认识。地震以后给他们带到，肯定有很多的痛苦，有很多的不便。要是我能把这种文化的精神传递给他们，他们会换一种理念，换一种生活方式，然后去过以后的生活。我觉得特别是春天到这些地方来，我到处都是花，那种就这么烂的路，我觉得都无所谓，换种心情。这个路就是啊，就是啊，这些路就是啊。看我说我说这份好看吧，是啊，就是带人干起来好漂亮的。大爷跟不远的，看这种啊，这种离得近的啊，我们就直接把它走到一根线里头，往里头哈，你晓得吧？离跟不远一点都打到头了。看我这，大爷跟不远的。啊，金黄金的金。
回忆刚开始学枪绣时，总是跟不上进度，挫折的低落让他差点放弃。我在大后头的时候，我们连那阵开始拿了我们八个个，我八个我是最不行的一个，最一撇的啊，最一撇的一个。人家他们绣这么一朵花，我绣这么长一截，我这么长一截就我都绣不好，我都只有扯，绣我连针都不晓得我哪里安，我也不晓得我哪里放那个样子。就找沈老师又来给我扯了又给我追。啊，他就鼓励我嘛，他说最不行的后来是最行的，但是我就觉得他这句话鼓励到我了个，真的我还是他到后头的时候我还是感觉我还是真的他鼓励到我了，我还是一路走来亦师亦友的情谊让张元格外珍惜。因为我们这个他的，你们都看到我们这个条件啊，或者有什么那个，叫沈老师来一趟是不行，沈老师来一趟就先让我们自己拿过，先跟我们说那么修修，他过一个月又来检查我们又是那么修的，他教我们几天又，因为沈老师太忙了，太忙，他教我们修，教我们过，教我们修了，我们笑，我们那他唱歌，教我们唱歌，我们那想太高兴了，笑得不得了，他们高兴，高兴了，哎呀，我们真的高兴啊。要摸铁，这个是搭起来的，这个还要剪一块，在这边，就是这个。你看中间这一点，嵌的是那个紫色的，这些都是。桃红色的这种，你看，这个，就凭自己的感觉嘛，想怎么换颜色都可以。所以不同时期做会不同的做法。是啊，自己有的时候感觉会，哎，我今天绣这个，感觉想把这个颜色换一下，也就换了，就这样。朱红拾起针线，从陌生到熟练，不过两年时间。那种参差的感觉，它是慢慢的变的，是啊，所以这个你看嘛，里面还嵌了一点这个粉色的，看到这些里面。刚开始绣花，有的时候绣着绣着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想起来也会掉眼泪，也会哭的这种。但是慢慢的，经常也想改变一下自己嘛。不想老是沉浸在那种往事里面。织绣世界里，恣意挥洒的创作空间，仿佛能秘密缝那心底最深的痛。就是我走了以后过六一的时候，你看嘛，这个照片看得好，哎，我没有在家感觉好，感觉你看过六一就没怎么穿好，看嘛，这个穿的这个样子，人家这些女孩子穿得特漂亮，感觉看她穿的这个样子，这都是2007年六一的时候，那时候是2007年是九岁的时候，你看2008年六一就没有了，5月份就走了，这些都是他的照片。回来就只有看这些照片了，没有人了。这个是那个小学。5·12地震悄然带走他10岁大的女儿，当时他正在沿海打工，没来得及赶回来。那个时间，因为他经常给我打电话，他就会说：“妈妈，你回来。”他好几次打电话都会跟我说：“妈妈，你回来吧，我不想在这里读书。”他说的。我如果不把他送到镇上的小学去读书的话，他可能不会走的。如果在这里的话，他可能不会走。就这样就走了，只是感觉特别对不起他，挺内疚的，因为感觉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。你在那边过得好吗？妈妈好想你的。
妈妈还想你。对比地震前才和先生补拍的婚纱照，原本丰盈的体态也因为思念消瘦许多。没事啊。我就把它放在里面，放起来。前几年都是就是带在身边，后来我学这些腔绣做这些文化的时候，他们也还是支持我嘛，看着我，这样我的心情会好一点，我不会老是沉浸在这种事情里。真的，我如果不找一点其他的事情做，我感觉我好像过不去，真的。戴上，都是帽子要戴上。嗯，来来，走起。我早上最难看了。然后我们再来靠拢，来一起来，快来，哎，快点快点，一起让照，集体照。来来，甜甜，来小朋友快点，照相哦，搞快。张元家有二老，育有两个女儿，单靠先生不足维持家计，但地震的灾难让他百般犹豫是否外出挣钱，枪秀让他暂时隔下两难。像我们那个大儿子，他就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出门。”他说：“把妹妹啊，把妹妹看到。”他说：“我等到妹妹初中毕业了，因为她在读再往高的读书高，她都岁数都大一点嘛，她都就自己都知识一点嘛，但是嘛，她就知识一点，她都管得了自己了嘛。”从她叫，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姐妹了。好幸福啊，我看到他们这个样子，我心都更高兴，都更高兴，高兴得不得了。要把这个铁片夹了，不要看那个。当针线活不再只是缝补衣裳，张元靠着手艺不必离家，就能多一项收入来源，全家人的心也跟着踏实了。一方面也是他学一样的个手艺嘛，一方面如果说有机会的时候呢，能给家里添一点什么这个油盐钱这些也是可以的嘛。但是他总的说呢，也就是当作一门技术一样。这个铁片家用嘛，在这个我们农活做完了嘛，啊，这个就是啊，都等到哎，缝缝新家用嘛，家在这用，都感觉到自己有心。现在就在他的外地去嘛，就是粗黑长茧的指尖是多年农活的印记，埋藏在针线底下的期盼，日复一日编织出山上人家美好的生活图像。你回去吃饭噻。你们不来了吗？哦，嗯，好好好嘛，那我们把你们送到这嘛，送到这儿，你都不走了。要是想好的，把你们送上车嘛。哎，不，车我不来，好远的，对，发着来。好，拜拜，妈妈拜拜，慢慢去啊。嗯，拜拜。哎，慢点啊。好，快回去，嗯，慢点，好。这个时候空气在降温，都是。从决定走入大山，教妇女枪绣开始。沈燕燕走的这段路程，外人看来吃力不讨好。他们，交了应该是第20个村寨了，这只是其中之一。迷路了吗？我觉得这里，你有点迷路了呀。哇，有水。喂，我们走到这里还要过沟吧？这公路你要是走，这大路。大路返回，我们已经过沟了。把它关了。好，真的走错了，是不是？走错了。好，真赶紧回来。看，我都感觉没走这边呀。走啊，我给你照灯。这路不好走。哎，路不好走，给你照灯，你们先走吧。
坚持下来，不只感受人与人之间最单纯的互助，更是一份他对家乡的牵挂。奶奶嘛，奶奶，嗯，对，嗯嗯，唱歌，绣花，她教我的。同样出身羌族村寨，沈燕燕很早就走出大山，历经失业下岗，奔波碰壁，最后自行创业。人生几回波折，早已淬炼她坚毅的性格。我奶奶身体很好哦。好，谢谢你夸奖哦。就是他的坚韧，就是再大的困难他都自己能一个人扛下来。因为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非常小，他潜移默化地告诉了我，人要自强不息，要坚强，要忍耐。然后这我想把那个园区修好以后，这这边不忙了的时候，就请我的，就是请我的奶奶住在那个园区里面，然后他就是我们的活宝。是啊，地震后，他和在地秀娘合力设置羌秀文化园区，草创之初难关不断。奶奶的微笑与从容，始终是他最大的支持。我希望能让世界的人感觉那个山区里面有一群女人，她们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穿针引线，然后把爱心串联在一起，把感恩串联在一起。文化的根滋养在地，更展现生命力。做到不能唱不能跳了，才罢手吧。继续做下去，争取能给我们的下一代留一点什么东西，让他们不要忘记我们以前这些祖先留下来的东西，不要在我们这一代完全消失了。羌秀让他们找回根的连结，走出生命夹缝，勇敢面对人生。